敬请收看大师东北虎点秋香。是主咱嘛困了好，好是好啦，也唔讲哦。你为虾米哦？透早的时阵无叫阮两个起床来弄钟呢？安尼哦，你真正无意思啦。对啊，你安尼就无意思啊。平静，今晚就点心房听候两位施主修行。阿弥陀佛。嘿，哎，你老和尚奈常常对咱笑啊？我阿仔，哎，公公哦，迄老和尚哦，大家真正歹去，空空去啊！哎，阿姆哥，咱缀这种人去坐船，敢有啥物路用？咱若缀这种人去坐船啊，无只甲头壳有咱像伊共款变啊空空的。对啊，我看哦，咱若是爱看老师画图较好。是呀，来看一下头。好好，行，一定买个正对啊！老师，这是张白纸。哎呀，你去看啦，张白纸什么都无画啦，一定是哦，老和尚害的。行，咱去垂死小家。少爷，唔当去啦。老师心情已经足无好啊，卖再谈这闹啊啦。秋香啊，阮两个闹咧闹啦。老师，拍摄就这。你甲看啦，一张空空啦，白纸啦，啥物拢无画啦。这吼一定是老和尚较害啦，叫伊爱空啦，所以即摆凶空的啥物都画袂出啦。就是讲嘛，你看。哈，我问你啦，迄老和尚哦叫啥物名？地空啊。对啊，地空啊，地空的意思哦，就是吼地非空空。啊人嘛空空，啊啥物拢空空，连这张白纸嘛空空空。好啦啦，莫闹啊啦。空，是要哪做，才我都做到空。老师。老师，空便是无，心无所求，就无烦恼。敢讲大师看出我无慧根，歹势甲我面讲，其实是叫我莫阁作为啊。当施主心地意乱，六神无主，那是唔在于定下心性，强健的精神善。请调平静，念一段，发起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发起波罗蜜多心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
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修行行修，亦复如是。下跪，代志紧急啊！哎呀，不敢啦！金星呢？老师！老师啊！来书店快叫阮老师啦！以后吼，我袂和你抢要公证啊啦！哎，对，而且我阁好好甲你学相啦吼。老师，你有病吗？你严重了，病吗？我不要紧，我可能是在周围顶面无怎个进步的习惯。还是给你添麻烦。董事主，你平安静切的话，严格大叔，我也是想，你所讲的空字呢？老师啊，你即摆都破袂干安尼啊，还搁咧想什么空啊空啊？空就是空啊！哦，你想遐多啦？敢讲我真正无会记，会记我都去进步。董事主。你即阵身体欠安，你先莫受这个问题。等你身体复原，咱再来互相研究，嘛也袂慢啦。对了。是啊。大叔，我，老师，正义，老师。七点药方去吃的话，一日三遍，扛八五条。多谢地空大师。老师，地空大师，真多谢你一路上的照顾和开示。严哥，我也是无了解大师所讲的道理。阿弥陀佛，董事主，请你安心用笔。好，哇！地空大师，唔知道林先生伊的病到底是甚么款哦？病情已经开好药方了。了莲施主是因为受过烦恼，才会破病。伊必须要将一切烦恼放下开，好好啊静养。感谢你一路上送了莲先生倒转来，我也已经有准备斋饭，啊，无地空大师，行。平静庙内也阁有大事，不便久留，请夫人见谅。啊，既然那是安息，我就唔敢强留。要无等太师也倒转来，阮夫妻才来去请地空大师开示。要无，我送你出来去。请夫人老婆，平静也阁有应用的方法要讲予秋香了解。啊，要那安息，我才叫秋香送你出去就好。阿弥陀。秋香施主，脑筋有一项代志要讲予你知啊。大叔，请讲。大叔，刚刚董公主的病足严重诶。董施主的病，毋是伊有所连根治。毋是伊有所连根治，你是讲董公主伊无救啊？
洪施主已经心寒情亡，立不住地啊！求洪施主，洪施主必须要将伊心中对你的感情放乎空，才能心无挂碍，顺利完成伊的理想的画作啊！不可能，白叔，东宫主不可能对我。阿弥陀，求洪施主。老精的话，请你好好想看。老精过时。大叔，秋阳啊！秋阳啊！秋老爷，秋老爷。哦，敢若拍戏，啊你紧甲安尼叫我来，啊无伊是病甲偌严重啦。伊，莫甲讲伊翘起哦。这里是。好人啊，我破病。我都甲两位小孩上课，这个华府真够麻烦，我实在足歹势。啊，苗林先生，你若要安尼讲呢，华文甲华母，互你尽力伫咧甲伊照顾，但你即摆人伫咧破病，阮是需要甲你照顾，哪会用讲劳烦阮呢？对了对了，阮阿娘讲了对，老师哦，你的病来当赶紧好起来吼，就袂麻烦啊。对啊对啊，老师，你赶紧好起来就好啊。哎呦哎哎啊！哎，我但是今仔是安怎啦？哈，来我看麦。哦呦，烧干嘞，会炒菜嘞！哦，哎呦，我手内顶干呢啦，强要当白人啦！啊，无你到底是安怎啦？你唔通我惊死呢哈！你若有啥物三长两短哦，我是要安尼向恁厝的人交代啦！哎呦，我等，我会予恁爸骂死哦！哎呦，你嘛唔当安尼哦！啊，恁若出代志吼，我著对不起恁厝的迄九泉之下的爸母。你都无亲无情咧，啊，我即嘛是你的老师啊，人讲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安尼我就是你的阿爸。哎呦，乖囝的，我唔敢哦。哎呦，乖囝的。哎呦，我心肝足疼的哦。饭店，你免烦恼啦。廖林先生已经有地空地主家看过啊，我看无什么要紧啦。啊，我人好交予你，啊，今嘛变安尼看，啊，我知，一定是恁两个吼。恁两个一讲干干，老老家会气沉落命，才变安尼对无？不。老饭店，你放心啦。啊，廖林先生为着我的囝尽心尽力，伫咧家己教书，啊，平常时啊看伊都拢好好，啊，想袂到一个破病。啊，佫真是这尼啊严重哦！夫人，啊无安尼啦好，我规日吼甲带转来去照顾啦吼，等伊身体若较好吼，再佫转来互相甲两位少爷教书。啊，既然你都安尼讲啊，我嘛不便拒绝。啊，无了林先生，无你都好好回家休养。多谢夫人哦。啊，我知影啦，莫怪哦，莫怪太叔今仔日才有成就哦，会去做了皇帝的老师哦。原来就是有这名利的夫人，伫个伊后壁甲支持甲拥护，夫人你足牛呢。老饭店，你嘛真牛讲话，啊无你看有甚款代志，你就尽管同我讲，袂要紧。吼，啊无安尼啦吼，我都以后下啦吼，那我家己一个人来照顾伊吼，恐惊较食啦，所以希望吼，会当互秋阳姑娘甲我斗阵转去，甲斗照顾者。也是好啦，秋香，要不你就陪廖林先生回去一趟。是。小弟啊，我哩讲，咱这摆吼一定足久的，所以加穿块物件。安尼哦，啊去足久的时间哦，安尼，咱遐加啊大个吼，咱嘛走去啦，安尼较袂无聊啦。好，对啦，好，一定爱走。对，嘿，啊，这加啊大安怎包啊？袂使啦，安尼。是啦。爱用卡的啦，啊，爱翕相哦，爱用卡的，拍摄，给老大拍摄嘛，拍摄，有咩代志啦？华母，那你两个是在创什么？哎，你搁看啥物件？无啊，你两个是要去倒位啊？阿娘，啊，阮都要对咧老饭店甲秋香去苏州照顾老师啊。对唔起，这件代志我已经去派秋香去照顾，有秋香照顾了林先生就好啊，无恁两个代志，不准你去，有听到无？阿娘，你安尼讲哪会对啦？秋香会使去，阮两个就袂使去。恁两个是太师傅的少爷，哪会用降低家己的身份去做迄款下骹手人的代志呢？啊，无要紧啊，阿娘，迄老师哦嘛讲教过，伊讲哦，
一立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所以啊，老师就是阮阿爹。点去！你要讲的代志，唔通你两个乌白讲。我定甲恁讲过，唔准去就是唔准去。花盆、花母，阿娘是为恁好的呢。你搁再安那样啊讲，我也袂让恁去。我是真后悔，后悔让恁去出外游玩。他在这回破病是那个廖连先生，那是你，我是要向阿爹交代的，气死了我！好啦，阿娘，你安尼讲哪会对啦？啊，老师破病就是应该，那安尼哦，阮两个兄弟要代替破病。对啊，阿娘，你大多讲迄挂话哦，拢伤自私啦，也是阿爹听到，伊吐动会气死的啦。你两个这个日子啊，你阿爹好卖讲气死啦！我即马现在听你两个讲这话，我就话要气死啊！你来家注意听，唔准你来去苏州，有听到无？气死我！阿娘！哎呦，街老怪啊！紧走！哎呀，要安怎？阿娘不要咱去啊！你要看阿娘拄啊去干呢？迄手拢会喘呢，看咱是免去啊啦。阿娘哦，真正老顽童啊！拢无要讲道理啦！阿娘吼，就是无多了解咱这两个善良的心啦。为什么顶一代的人拢无多了解咱下一代的想法呢？小弟，咱以后若吼做人的时代，绝对爱注意咱囝儿的心声。阿爷，你讲这句话哦，实在太使我尊敬。小弟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阿你嘛是袂使去啊！老师哦，会当离家出走来教咱读书啦，啊，咱做无法度伫半边先甲照顾啦。阿爷，你过来，我同你讲哦，咱两个袂使离家出走，去报答伊啦。代志唔好啊啦，两位下无去啊？啥物啊无去？哎呀，这要哪会用的呢？阮两个囡仔拢去苏州去陪伴了林先生，这海勇来较紧，夫人准备叫是。小弟，一斤啦。到来啊！嘿啊，一斤啊到啊，到唔够简单，到啊直接弄门啊这。嘿，等下，你无看有只有写字，写字？嘿啊，写什么字？主人病重，路不见客。安尼哦，所以啦，咱较细点，莫叫传染病。啊，对。阿爷，你放心啦，我拢准备好啊。来，我来讲。阿小弟啊，咱房安尼要创啥？房安尼哦，爱较安全，较袂去用传染病。好，房安尼较袂去用传染病。对。好，阿你咱去弄门，阿去打开啦。嘿，开门嘞！进来啦！进来！先生，你干啥？我两个是当兵后上适宜的门生嘞，你赶紧开门哦！啊，你太激动了！出去你到！你两个啊？啊？我两个？来，请你。老饭店啊，嘿，你这阁袂歹啊，真清幽呢。头前有山，后边有水。啊，做仙啊，嘛得安尼尔。算讲你办袂，嘿，今是我暗工开呢，准备讲将来家己食老吼，要来遮养老清修。若不是你破病吼，连你吼我嘛袂瘾让你知影。救命！救命！你今仔是去创啥？你去跳百家壮壮，啊，又要惊死人啊！